们 YouTube 啊 YouTube 名字名字陆小琴勇夺乐此频道哈哈哈哎陆小琴读哈哈哈陆小琴陆小琴勇夺乐勇夺乐此频道此频道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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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紧张吗？哦，紧张的我当然有紧张，紧张，有一点点紧张。跟在前面这个的，可是可能会很有趣，很期待。我跟你说，我也超期待的，我好想赶快看他上场。因为他真的很棒，他在练应援舞的时候都表现得非常好，然后舞蹈也跳超好的，所以我真的超期待。You are so great, thank you.韩籍啦啦队员李多惠14日献出转战台湾职棒的姻缘处女秀。哇，多惠在小飞机那边跟大家说，他一过来的时候，刚刚直接暴动，所有的粉丝、球迷们全部一起跟过来。三局结束，他和姻缘团长阿晨一起登上乐天桃园球场特有的小飞机，李多惠不停挥手和粉丝打招呼，还比出大大的爱心，更和阿晨一起和比出爱心手势，羡煞不少男性球迷。李多惠赛后接受三立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登上小飞机心情很兴奋又很复杂，因为之前只在游乐园玩过，在球场上搭真的是第一次。在搭乘小飞机的过程中和阿晨合比了爱心手势，李多惠笑了笑说，因为阿晨突如其来比了，我就一起比了。男主角阿晨受访时透露，李多惠搭小飞机是临时起意，抱着平常心和他一起上小飞机。阿晨说，平常都是跟很有名的艺人，今天很多球迷朋友特别来看李多惠的，相机手机一直照不停，我们在球场都可以感受到。会不会担心在小飞机和他合比爱心回家要跪算盘？阿晨笑说，不会啦，就是一个有趣的画面，因为今天是黑色情人节，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夜晚。